首歌 See Me in the Fire， 在这个地方让我看到一群点燃的火焰，好吗？ Get away from me! Help me, you will be by yourself!
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，一个圣诞节哈，希望你们在这儿能够玩得开心。不管你是心灵开心、头脑清醒，或者是你的身体真正感受到了这份悸动，这是今天十三 club 提供给你的，也是我们真正想要在台底下看到的。下一首歌，一首《古惑仔》的主题曲，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？有多少人看过《古惑仔》？带你们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，乱世巨星。下一首歌送给今天来到这儿所有的人，在圣诞节选择来十三 club 看演出的都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，包括我们来到这儿演出疯人院，送给你们今天所有来到这儿的人。睁开双眼，摆脱自重，我的世界会推向他，去面对。
下一首歌的名字，准备好了吗？
原来是为了看他，我是玩后边的。很开心今天来到这儿演出，一个特殊的日子，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Stand Club， 能见到今天来到这儿所有的人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。七年前，2007年，八年前，在 Stand Club 看了我出生以来第一场摇滚的现场，在 Live House 看到了第一场摇滚现场，就是在这个舞台上面，奠定了我们或者我想要走这条路的决心。所以希望八年以后，可能在底下的朋友们、兄弟们、姐妹们，会有更多的人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把你正在思考的事情向台下所有的年轻人说，给他们讲当年你在这儿如何看那场不一样的演出。下面一首歌 D.O.G 来自我们四只疯狗的呼喊。Get out!Thank you.
有些周边的东西在门口，有喜欢我们的可以去真正的支持一下中国这种地下原创的摇滚乐，有一些贴画免费送给大家，看演出去拿都是你们的。我们还有最后两首歌，不管你们前面听得怎么样，接下来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我们的名字是立誓，下一首歌杀手假期 The Killer Vacation，倒数第二首歌，所有的朋友跳起来吧，所有的人
开心吗？真的吗？那叔叔应该再大点声啊。那个留给我们最后一首歌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今天所有来到这儿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就这么多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再见。来日方长，门口等着你们。